长期眼睛视物模糊，有朦胧感，今天才知道原来改善这么简单。老师，我眼睛干涩快十年了，给我拿十盒。十盒？用不了这么多。哎呀，你就给我吧，我都不差钱，再加这么多够了吧？哎呀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你用了这三盒就不要再用了，记住了吗？不要再用了。眼睛调理好了呀，80岁都不显老，视物模糊看不清，眼前有朦胧感，眼干眼涩，见风流泪，怕光，看东西有重影，眼部问题5年以上经久不愈的，我来教你一个方法，只要一顿饭钱。但是啊，如果你因为便宜不敢相信，非得去花成千上万，那我也不拦着你，毕竟啊，钱是你的又不是我的。大家看啊，他这个眼睛问题啊已经很严重了，看东西模模糊糊，好像眼前有雾，朦朦胧胧的，眼睛还干涩，有异物感，忍不住啊想要耸气揉，甚至呀怕光流泪，黑点有重影，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拖，拖着呢会出现大问题。你怎么不早点来找我啊？你的眼睛问题啊已经很严重了，你们看啊，这就是眼睛问题引起的，视物模糊看不清楚，好像眼前有雾，朦朦胧胧的，路上看见熟人啊看不清，只能走到跟前才认出来，眼睛呀还干涩不舒服，忍不住啊要用手揉，甚至呀怕强光，看东西有重影，只需要每天贴3次华氏穴位眼贴，温和好吸收，直达眼睛深处，养眼睛护眼睛不伤眼睛，不用花大价钱，只要贴上15分钟，效果呀通过眼睛直达深处，我们是源头厂家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现在下单呀全国包邮，点击下方查看详情吧。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楚，眼前呀好像有雾，朦朦胧胧的，贴它，看书看报看小字看不清，贴它，眼睛干涩有异物感，总忍不住用手去揉，贴它，多种眼部不适症状还是贴它。你说你买不起华氏穴位眼贴，好，为了让广大眼睛不适的朋友不再买到昂贵的假货，我们直接打开官网购买渠道，厂家直发，人人用得起。很多人没有试过华氏穴位眼贴就放弃调理眼睛的机会，从开始的不严重变成现在的视力下降，看东西模糊，眼睛干涩酸痛，眼睛畏光流眼泪，真的不要再拖了，只需要轻轻一贴，在家就可以轻松调理。不管你是眼睛干涩疲劳，还是眼睛发痒忍不住要用手揉，现在就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查看详情。